国家地理频道与台北市政府环保局举办世界地球日为地球而跑的公益路跑活动，担任环保大使的 JJ 林俊杰和跆拳道国手苏立文身体力行，和民众一起小跑4公里，号召大家节能减碳，行动爱地球。担任国家地理频道世界地球日大使，偶像歌手 JJ 林俊杰参加公益路跑活动，呼吁大家节能减碳做环保，超过6000位民众响应，风雨无阻。准备啊，就是我觉得心态要调整，因为要提醒自己，除了这个运动之外，今天这个跑步也是为了这个地球，然后为了环保，提倡环保，然后带动大家一起来这个为地球而跑。直接觉得环保应该要融入生活，从小地方做起。他也分享自己平时节能减碳的心得，比如说因为我喜欢用很多电子产品，所以在插头方面我就会特别就是把就是没有在用的时候真的把插头从那个插头那个拆下来，不然一直插着其实会有这个浪费电的这个，而且也会造成一些小危险。同为环保大使的国手苏立文因为新旧伤齐发，遗憾不能亲自上场跑步。国家队训练里面分量比较大一点，然后就是造成一些伤害，可是这些伤的对我们选手来说还算小伤，所以还是会尽量就是跟着大家，然后呼吁这个运动，然后一起分享跑步的感觉，这样。跑出对地球的关心，主办单位将报名费部分所得捐给台湾环境资讯协会，协助推广环保教育，希望让更多人正视绿能环保生活。新唐亚太电视梁志超，台湾台北报道。